嗨，我是 Sammy，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频道的未来走向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精心制作的超酷炫新片头吧。不错吧，我也是有在进一步的。好的，那就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啦。频道荒废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以及这个频道的方向，思考了许多，有了一些想法想和大家分享。那么为了寻找自己的目标，首先要问我的热情在哪里呢？目前的我给出的答案是创造和学习。我对未来还有人的创造力非常乐观，具有热情。我关注新科技，热爱着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世界。人可以创造出许多的东西，有着各种的形式和媒介，文字、音乐、图像、建筑、科技、服务等等，有太多太多是我们可以去尝试。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创作者，每一个人只要愿意，都一定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创造事物。无论笔、键盘、滑鼠、乐器、电脑、摄影机、麦克风、粘土，甚至乐高，你想要用什么就用什么。最重要的是能够表现出自己。以上就是目前我的想法。那么接下来，关于这个频道的未来走向，内容方面预计会有各式各样的创作和尝试，新工具的学习以及谈话的节目等等。当然过去共同学习类型的这种影片也一定会继续下去，希望能够带给一些人灵感，让更多人开始创作。最后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也给我自己，当人类从劳动中解脱，那么你想要做什么呢？敬请期待全新的内容吧。 Be a creator, let's create together。 我是 Sammy， 我们下次见。